喂，等一下，来，坐，站，嘿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？他叫露娜，之前有给雪儿一块下了一碗小狗味儿。今天带他出来玩，呵呵，是因为他是咱们的一个大功臣，你肯定想象不到他下了几只。露娜，来，露娜，来，出来。本来想让他多玩一会儿，但是不，他现在心里惦记着他那小狗味儿，一撒开他。自个儿跑回去了，走，咱们看看那小狗儿去。等等，吃饭呢不？好了，龙子，到卵你玩儿，来，都等进去呗。来来来，看看小狗儿来，这是他那个啊，哈哈，小宝贝儿，就这么一个。嗨，可能是逗他自个儿啊，露娜的奶又强，把他喂的我特别胖，看看这大脑袋，基本上不嫌他耳朵了。嘿，太胖了你，看你胖的，他现在大概快20天来了。是个小胖家伙，来回去，老猛捏你妈还着急，露娜，嘿，那你玩会儿不玩会儿，你光点那个他是？你看你这包贼的，缓着吃。露娜是怕咱们照顾不过来，所以给下了一个，耐心的给他照顾这一个就得了。嘿，吃的有劲儿呢，你看到这儿，这几个奶头儿可够他吃的，换了吃，吃吃这个，吃吃那个。露娜的母性挺好的，她那会儿下了这小狗儿之后，我就这一个，每一次我的这里面的时候都把它串起来。围个圈儿，把这小狗儿围在它中间儿。之前也说过，露娜的母性特别好，这小狗儿奶的也挺壮。出去到外面去拉尿完了之后，肯定会记着回来。这小家伙把这几个奶头给吃一个遍儿来的。露娜的奶还挺哥们的，挺多的，跳一集都出来了。又换一个，可是没有给他强了。